我就知道。来，自信段出动。有时候我打龙威小的想法是，让他本家怪都拿不上手，是一个选择。反正我还有这个啦，我还有第二个方案。他居然有阿法欸，放哦，嘿嘿，欸，恭喜！干他怎么还有？那是狗吧？哇，这个倒是没有想到。看他手上还有一只欸，好，好帅哦，真的好帅。插变天没有用啊！哎，等一下，他代价丢掉的时候插变天，然后变天都不会发效果。我记得还是会发、啊，因为他启动到了，所以剩下炮这个。噔噔！哦，牛贝塔，牛贝塔买一只。哎，兄弟，泡影啊！呵呵呵呵呵，放中间果然有意义。呵呵呵呵呵呵呵。放中间有它的意义在嘛？但它有第二次，可恶！不给！谢谢雷格33个月，晚上好。你宝贝儿，不行，不能给。那等一下怎么打？我不知道。他找到天庭号。就应该输了。右手进启动，然后拿爪子，然后干过来。好，有39张的机会，2张，39/2。这时候要放歌了，斩刀启动，我来，龙辉巧，决一死战，漂亮，请你上手。你已经露馅了。完蛋。墓穴指明者，这个连锁可能是珠光欸，他可能炸完之后不能动，就是他是珠光加变天，有没有？
哦，没连锁，那我看错了，换人了，微微卡住了。要怎么玩游戏？我不会玩了。台北老师救我！嗯？他想把资源留在场上吗？奇怪了，爱一直在闪亮。思考，感觉这边至少还要两档，比较好封死他。巨石轴怎么看？哎，没什么想法。有个打法。我直接做暗闪让他除外，等一下他少一个资源笑死，挑衅。打牌要狠，最狠的那种，没有任何机会。杀人要诛心，等一下看是不是神物吧，如果通招神物的话有机会。漂亮，就是一个字，锁。炮引炮，心态炸裂，很丑。
耶，晋级！多了，等下看他哪个先打，哈哈，五百，好，等一下看你看谁先打，谁先打就插谁。我操！依旧危险。再来。太厉害了吧，简直就像天籁。我怎么动不了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不加倍？要有场地在。拜拜。死。三本五来了，哇！眼撞墙。要十点了，没有办法了。